很多人把鸡翅买回来就头痛，除了可乐就是直接吃，都吃腻了。这个粉是酥脆的关键，它还可以用来炸藕盒、茄盒，都非常酥脆。油温六成热，开小火慢慢的炸，炸个五分钟左右，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。吃个野菜。分享一个我闺蜜减脂期超爱吃的膳食肠，满满的蛋白质，好吃又没负担。电饭锅200度，15分钟就可以了，没有的下锅炸也行。做出来的外焦里嫩，跟生菜一起吃，真的很满足。低碳水高蛋白超 nice 的慢烤鸡胸肉你吃过没？首先说它价格不是很便宜，但是我觉得胡椒烧烤三种口味吃起来非常耐嚼，肉香满满。面粉还是用淀粉，很多人第一步碗中加3勺生抽，下入肉丝，翻炒均匀出锅，好吃。